这是让我很高兴的一首歌。谢谢老师，感谢老师的认可。您现在主要是还做什么工作？我们农村现在开始掰玉米刨花生了。今天你带来的才艺是什么呢？我用男女两个声音给大家演唱一首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，我也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，跟我回家掰玉米。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